听觉行走，文化感悟，听世界，世界。在过去的一个多月，整个中原的上空就像沸腾的发了狂一样，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狂风怒吼，墨云如沸，绵绵不绝的雷声早已把不知多少生灵吵得夜夜无法入眠了。在这个如同末日即将降临的日子里，在宜安城，奉赵王的命令，率领边防军主力和邯郸派出的赵军会合以后的李牧，却只在宜安附近和前来攻城的秦国人大眼瞪小眼，根本就没打算和秦国人对阵。然而李牧虽然沉稳得像磐石一样，但不代表所有的赵国将领都像他一样的稳重。所以眼看战机即将逝去，从赵国来的赵聪终于忍不住要来问一问，为什么李牧不肯出战了。光看赵聪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将军必定是贵族子弟，皇亲国戚，所以他也没客气，上来就对李牧说：将军，秦军连番作战，想必已经疲惫不堪，我们这里以逸待劳已久，为什么我们只顾修城堡，像个乌龟似的不敢与他们决战呢？如果不抓住战机，一旦秦国人喘过气来，再想吃掉他们就难了。听到这话，李牧微微一笑：赵将军此言差矣，秦国人连番获胜，士气正旺，如果我们仓促迎战，很难取胜，况且敌众我寡，所以我才决定在这拖死他们，找准了机会再出去反攻。稍稍一停顿，没等赵聪再问，紧接着又说：赵将军，只需耐心多等几天，就知道结果了。赵聪眉头一挑，有点不信，虽然自己心里有点不服气，但是以李牧的才能，既然能这么说，想必他心中已经有数了。就在这个时候，营帐外面突然响起了一声高亢的请奏声，李牧赶紧移开话题，喝一声：传！传令兵很快就进入营帐，先向在座的所有人行了个军礼，随后开口说：禀告将军，我军派出的观察哨赤候传回消息，秦军不知为何有一部分撤军而去，前往肥下所在的方向。李牧一听心中一跳，还没等他开口说话，在旁边的赵聪禁不住就喊出声来了：秦军不战而退，反而去了肥下。话音一落，立刻转头看李牧：将军，还请将军快快发兵阻止秦军，否则邯郸城危险呐。李牧倒是不慌，沉吟了一会儿，突然笑了：哈哈，赵将军，不必如此惊慌，敌攻而我救是智于人，是兵家所忌呀。桓乙率领秦军主力不攻我们，转而攻肥下，那不过是因为发现啃我们这块骨头啃不动，想企图诱使我们离开营寨前去肥下救援，等我们脱营之后将我军主力歼灭于路上。在这里要解释一下，李牧说的敌攻而我救是智于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敌人攻击一个地方，我就要去救一个地方，那是把主动权交到了敌人手上，是兵家大忌，自己的军队怎么能被敌人随意调动呢？李牧拒绝营救肥下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肥下城里，驻守肥下的赵国将军听了，三观被毁啊，以往树立的什么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通通被毁灭了，破口大骂李牧不是个玩意儿，做事不救，听任自己的子弟兵被秦国人吃掉，骂到最后鼻涕眼泪都给骂出来了。可是骂人有用吗？骂人有用的话，要警察和军队来干什么呀？
万般无奈，只能哭着下令驻守肥下的赵军整顿兵甲，写好遗书，准备在肥下和秦国人拼个你死我活，玩玉石俱焚，死给李牧看。秦国人很快就把肥下给包围了，秦国士兵可不管守城的是李牧还是木头，在他们眼里盯着的是赵国士兵的人头，砍一个人头回去就升一级爵位，那是拿来当饭吃的呀。城下秦国士兵拿着巨大无比的盾牌抵挡城上像下雨一样射下来的弓箭和抛下来的石头，而步兵方阵隐藏在大盾牌后面慢慢推进，一步一步逼近了肥下城城墙的根基。在这里他们并不急于往城上爬，而是拿出自己带来的工具，在城墙根底下开始挖坑，然后再把这些坑连在一块，最后挖倒城墙。城上的赵军急呀，一旦城墙被挖毁了，城里立刻就会变成一片火海。城上的赵军拼了命地往坑里扔东西，石块木头，实在没东西扔了，连人的尸体也扔下去填坑，同时用大锅煮好了开水，日夜不停地向城底下浇过去。射箭射不死你是吧？那行，我用开水烫死你。一时之间肥下城的攻坚战打得热火朝天，日月无光。而在这个时候，远在宜安城的李牧在干什么呢？